今天跟老爸上山去摘一朵野菜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口袋能不能装嘛。我靠，这个就是100米左右一斤的那个野菜花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花也很好吃的啊，可以煮顺汤吃，还有煮鸡蛋吃，多采一点回去，采下来把它。 能啊，那好，你看，老爸都在里，哈哈，把它现在都带回去。在这里发现了一棵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棵也有点发，我们把它全部群下来。哦，没挥发到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太多了，你们看，一棵都是树花。现在一个树花，一个树花。 给老爸走狗食瘾了，今天多采一点回去。老爸在上面拿，下面的也有很多，我在这上面多采一点回去，就是有点陡，这个山上太难走了，继续啊，继续采。在这里又发现了一颗，你们看，我们就吃这个嫩嫩的，今天都已经倒了。 这个特别贵，我们打算一种最贵的野菜多采点回去，行吗？你看，太陡了，这些地方，继续走。太热了，今天真的好热，就是今天拿了甜菜啊，就拿了一点点，这个花很多，等会给你们看一下那个花。哦，这么明显。这今天给老爸的收获，这是今天。花哦。这是花。 不过够吃了，够吃了，已经不错了。走、啊，回家了。